惊醒，等一声和三世父祖父。此残忍，皓月忠心为国，夫人寻解此难，公子被人带走，而小姐又……小姐，小姐，我秦康枉为男子汉，小姐都保护不了，这位姑娘是、哦、是宋侯爷的千金。嗯，伤在子母双缩之下。是死在子母双缩之下。没有死，现在救还来得及。恩公，如能仗义相救，秦康永志不忘。将军不必多礼，我将他抱走，你放心吧。这我能不能跟随？不能。如果你放心的话，就把他交给我带走。好，请受秦康一拜。不必。姑娘一定有救，多谢恩公，后会有期。恭送恩公。这个人是谁？功夫，看样子门主交代的事还真不容易办。嗯，我得叫葛大鹏去拦杀秦康。哎，哥哥，这可找到个地方了，歇个脚。好，来，我们都进歇会儿。哼，这倒是送上门来的生意。腰酸背痛，哎呀哥，嗯，这封信可得摆好啊，这千万别弄丢了，这不然见了师娘没办法交代。你放心好了，我把它摆在非常安全的地方。好啊，原来海婆婆有信要交给你师娘。哎，兄弟，刚才在路上打那个酒啊，咱们两个人喝了吧。怎么这会儿冷飕飕的？这会儿，哎，啊，说也奇怪啊，这庙里边没破没烂的，这风从哪儿来的？哎呦，我找到个歇脚的地。哎，兄弟，啊，刚才这声音好像是……哎，这好像是老猿猴的声音呢。哎，
嘴下留情，嘴下留情。哎，老前辈，您老前辈，你也太不留情了吧你？留一口嘛。什么？太太？哎，哈哈哈！哎，我魏老袁要是有太太，啊？哎，那我这个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他最少也会替我生一个那个喜欢玩蛇弄毒的那么个丫头啊，啊？哎，怎么都死了？哎，不要追了，不要追了，追不上。多谢老前辈搭救。哎，不要谢我，谢谢那位姑娘吧。啊，老前辈不必客气，告辞了。怎么回事情啊？这是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喂，坐下。刚刚那个玩毒的，那就是五毒尊者从小就调养出来的一流高手。他在这个京城里隐名埋姓十几年，最近才出现江湖。由于他的出现，还有五毒尊者的出现，哎，这其中是必定是大有文章啊。哎，刚才那女孩还挺漂亮的，那是谁呀？笨蛋，那不就是给我们送信的飞鱼使者吗？哎，对对对，你看我这脑袋瓜子，哎，不错不错，他就是接替我的飞羽使者。老前辈，那你怎么跟他们凑合在一起呢？而且还来救我们两个人呢？哎，小三儿，加我，我。我这个功力要是跟那个胡娘子比呀，那我如今呢跟她还差得远呢。这不是我老猴子泄自个儿的气呀，哼，我的七经八脉现在还没有完全养好啊。救你们的是那位姑娘啊。哎，这看不出来啊，哥哥，那姑娘的功力还那么深厚。哎，嗯，这是我们商量好的啊。那么我呢就在前面吸引那个胡娘子，那么他就在梁上就下手，要不然他哪有这么容易啊。哎，老前辈，你跟他们什么关系啊？哦，那么他了解了你们望天楼之危以后，他就单身啊就到那个太阳谷来了。哎，这个女娃儿说起来她那个身世，哎呦，很凄凉啊。这个啊，我眼下也没有很多的功夫跟你们多说了啊。是这个哈翠仙呢叫我把她送出来。那么呢我们在路上呢就遇见了子母双缩的柳姑娘啊，抱着她受伤的嫂子。那我这么一打听，嘿，我就知道这个庙里边啊，就有文章了。哎，误打误撞就救了你们。哎，好好好啊，你们赶快上路啊。哎，千万要注意别把那封信给丢了。
啊，我还要赶回太阳谷去，在这个太阳出来，天刚亮的时候啊，那我这刚长出这身细皮白肉啊，那就变不了了。细皮白肉，怎么？你们不信？哼，我还是复原最快的呀！啊，脱了的皮肉长出来了，他们几位呀，还赶不上我呢。哼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说的话我都不明白呀！啊，我也不明白呀。我看咱们还是赶快赶路吧。嗯。啊？赶路吧。边关一带，百姓还是难逃杀劫的。唉，朱邦文啊，朱邦文，你这一生就没有做对过一件事吗？我真是连累师娘。愧对恩师。清楚，不过看他们白天来了好像不少的人呢，都是一些大漠里出来的统帅的样子，一看那个样子就像个打仗。朱师伯，难道我们朝廷一点准备都没有吗？我想总有的，不过屯垦军只能勉强守住关口，如果朝廷不派出大军，不派出大将，以目前的兵力，恐怕很难打败脱脱。这种军国大事，我是个小要饭的，我也不懂。朱师伯，这两天你给子凤姐看病也够累的了，您还是早点休息吧。我要想办法阻止。我要去找金印。问题应该就出在他身上。
夺魂旗。请出来一会。在下不怕夺魂旗，请出来一见。夺魂旗原来是虚有其名，藏头露尾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再不出来的话，在下可不恭候了。在下决心杀了此人，如果您要救他的话，就请过来。不是他的对手，万一叫他毁了魔剑，我如何向师祖交代呢？好毒，这里面竟有恢复。假圣剑倒比假夺魂旗还有用。骗子，圣剑出现一定会毁了我的魔剑。非把他碎尸万段不可。我还回不回李世良那儿去？我要回去，不然师祖不会答应的。大哥，该起来喽，天亮了。哦，哎，小丑，什么事？追前辈到哪去了？啊，哎，他不是很早就起来了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啊，这一睁眼就没见他人吗？到哪儿去了？什么事？朱前辈失踪了。啊，失踪了。不会吧，他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也不知道。公孙大侠，你睡在二师伯的旁边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说的也是啊，昨天晚上还睡在一块儿，今天早上一睁眼就没见他人影。我相信他不会离开我，你们去找找去。小丑啊，娘，你守夜的时候，你朱师伯在不在？在啊，不过，哎呀，不过什么？说实话。是，他出来站了一会儿，说他睡不着，这个好像有什么心事啊。哦，他是往哪个方向去的？没有啊，他站了一会儿，又回来睡了。他自言自语说要是找什么金印呢。师伯自己去找金印，这又何苦？现在偏偏要人的时候，他又离开我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论如何要把他找回来。顾大嫂啊，又要麻烦您了。哎，你尽管吩咐啊，咱们分头去找。因为半文对西凉的路径不熟，咱们赶上他，把他劝回来。好，小陈啊，我们走。好好走。前辈，管费也愿意去查访朱前辈的下落。公孙大侠，烦劳你了。师傅，我……你的伤还没好，你不要去。是。告辞。想想，也不为我想想。是，徒儿有一个想法，不知我该不该说。你说。自从大师伯去世以后，大师伯一直很关心师父。他不辞离开，我觉得其中一定另有问题。如果二师伯执意要找回金印，他要走，早就该走了。你说的对，小丑不会胡说的。二师伯的性格，我是最了解的。当初他要不是为了一时的想不开，盲目行动，就这么离开了华山。唉，离开容易，回来难。这十几年来，就这么把时间给浪费了。是的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离开容易，回头就难了。二师伯好不容易回来，他不会这么莽撞就离开的。别是你二师伯遇上什么意外吧？我是这么在想。对，现在我去找找他。杀他！兴安没有安排好，不敢在京城内应，所以托托不敢轻易出兵。这样僵持下去，什么时候我才能称霸西域？唉，岁月催人，不能再拖延下去。杀了朱勇和伯颜，托托就肯兴兵吗？哼，他不兴兵，朝廷也会发兵兴师问罪，那时候他自然会起兵抵抗。到那时候，我取代托托，直取中原，那是我的地位，应该是我的。应该是我的。那托托他要是不听呢？他敢不听？我有先皇的基因在手里，
晚辈据说，托托曾经希望义父派人暗杀伯颜，嫁祸成王朱友，然后，哼，那只有增加麻烦。你义父越来越没出息，哼，当初我怎么教他的？他现在胆子越来越小，还有托托，一直以为我没有出现，他巴不得我已经死了。以晚辈之见，兴兵作乱不比江湖上的争斗，士卒要三思而后再行。还要等什么？难道等那几个老对头闭关期满我再动手啊？当年就是因为我考虑太多，才连连的失败。公孙勇，你是要不听我的，我就……师父请息怒。晚辈遵命就是。好，好。晚辈有一件事情要请示师祖。你说。昨晚，朱半文发觉了晚辈的身份，晚辈将他挟持林内，准备杀害。没想到出来一个白衣白袍的神秘人物，用夺魂旗和圣剑逼走了晚辈。夺魂旗，他不可能出现。夺魂旗已经出现很多次了，难道说师祖不知道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要再说了，师祖。还有那把圣剑，也不可能。那把圣剑在太阴山谷。我所以叫你不要离开李师娘，就是莫查他们跟太阴山谷是不是另外有联络的方法。你说，昨天那把圣剑，是不是李师娘找来的？绝对不是。晚辈发现圣剑和夺魂旗都是假的，但是乱真的地步使人一时难以分辨，所以晚辈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有这个人。有可能有，不过他不可能活在这个世上。巧手神剑王天斌，当初替坨坨修好了机关密室，被强迫服下剧毒。照理说，他连骨头都应该化了。王天斌，公孙勇。不要忘了今夜之约。遵命。师祖已经被野心冲击得入了魔境，我得赶快回去通知义父。我得先设法阻止这件事情。看起来这封信很重要，他们用尽了手段要夺这封信。暗器对付，好。顽固奉还，停！
回去告诉胡娘子吧。好。是，哎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哎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你是谁？我是你的朋友，能够救你的人自然是你的朋友了。哎，你轻一点，老兄啊，你这么用力气，你是不是想要捏死我呀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你先松手，我是来给你吃药的。我的眼睛瞎了吗？我的眼睛瞎了吗？是瞎了没有？很危险。危险。养伤吧。来，我先喂你吃药。你放心吧，不会害你的。请问你是什么人呢？要这样帮助我？你还记得巧手神功王天斌吧？我记得那个人非常的聪明，手艺精巧，但是他的作为倒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小人。对，你骂得对，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小人。再早他受卢广的托付，设下华山之计，然后又被胡人利用，替托托设了机关。对，你骂得对，这姓王的是个该死的小人。那么阁下，你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帮助我？我就是你骂的那个该死的小人王天斌。王
天兵，那么暗算我的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主官，你眼睛瞎了，你心也瞎了，你忘了昨天是谁伤你的？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当然应该是公孙颖。岂止是应该，本来就是他。哦，王天斌，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你的武功是很差的，难道说就凭你那鬼没的伎俩能把我从公孙颖的手里边给抢救过来吗？个人本事不同，能够救你，当然我有救你的办法。主办们，我王天斌也有良心，自从我天灵发现那一天，我就立志要多做很多的好事情。你也不要看不起我，你好好在我这里养伤，也许你的眼睛会能够复明。我怎么能够好好的养伤？我怎么能够？可是你不知道我身上负有多么重大的责任。我这些你也不用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也没有用处。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知道你自己已经死了，喝过马虎汤了，迷迷糊糊的先把伤养好要紧。不行，王天斌，请你去替我找一下李师娘，请你去。我谁能够相信你的话？那个古老乞仆看见我就想杀我，西凉又在通缉我，我难道说你就不能为我去告诉李师娘一声吗？你告诉她我留在此地养伤，而且你要告诉她公孙颖是巫毒门派来的内奸呢、啊、你要告诉她，你要告诉她。也好，有机会我会去告诉他们一声。主办，你现在还是要好好的养伤，你是明白人，不能够再让你的伤势恶化。哦，我的眼睛能不能好？能不能好？也许我治治看看。我自从有了良心以后，我也不愿意再说谎话。希望还是有的。是，宫外玄兵发现了一封书信，念给我听。是。今夜三更，有人谋刺成王朱勇和伯颜。什么？信是谁写的？这信上没写啊。秦面郎主，是不是有别人在开咱们玩笑？玩笑，不会，看清楚了，是谋刺，是。那就不是李师娘。要不要加强戒备？
消息？都没有。师伯，你有没有二师伯的消息？没有。这件事很可怕，我想不会吧？这是我从树林里找到，上面有血迹，别人也许认不出来，只有我认得出这是你二师伯的衣服。我都在街上随便看了看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在狼主的王府好像在调动人马，说今天晚上有要犯要进入后府。有没有听他们说出要犯是谁？没有。这就齐了，我把大大小小的要犯全找齐了，就是没有人知道。涂大侠失踪得很离奇呀，顾大嫂啊，此地有多少药铺，能不能去查一查，有没有像半文这样的人去买过药？你是说，朱大侠受伤了？我也不过是随便判断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们在老八子药铺歇脚的时候，两个王府的统帅在那儿搜查，好像很紧张。哎，是，我也问过王大爷的。哎，可是这跟朱大侠失踪有什么关系吗？是什么事？哎，王大爷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说有人要混进王府。要刺杀一个什么人？顾大嫂，会不会是成王和伯颜？哎，对呀！哎呀，我只顾着找朱大侠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哎，要是这件事可比半文的事更要紧呢。难道真的会有人要刺杀？那又是为了什么呢？顾大嫂，伯颜虽然被妥妥囚禁，但是他是西凉名将，信服他的兵卒不少，有他在世，妥妥想用兵也没那么容易。那干脆妥妥就把他杀了不就算了吗？杀伯颜要能有使天下人信得过的罪证，妥妥怎么敢记起全国人心不平之气？而且他要是真的入侵中原，还不能不说服伯颜来帮助他。那究竟是谁要杀伯颜呢？一定是个野心很重，想坐收渔翁之利的人。刺杀成王和伯颜，能记起中原和西凉的仇恨，两国一旦交兵，那个人就有利可图了。哼，好毒辣的手段。师父，那我们
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晚上就去。好。虽然不能断定刺杀伯爷的这个人是谁，不过这个人武功很高强，也许我们去了不一定能全身而退。顾大嫂，我师娘怎么敢连累你们母子呢？哎呀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嘛，师娘啊。娘，我去整理百宝囊。师娘，你为的是什么呢？你还不就是为了一个义字吗？难道你就不让老嫂子也沾点光吗？是。师父，徒儿一定要去。魔剑由此刻起不再入鞘，直到今夜过后，人在剑在，人亡剑亡。好。小心。是。叔父，开开呀！开！叔父，这是何苦呢？杀哈翠仙的儿子！魔剑公孙勇忽然慷慨相助李师娘，这是料想不到的转变。更想不到的是，魔头五毒尊者也敢来坨坨王府。这是一场正与邪的交战，生与死的搏斗。李师娘已经陷在重围之中，千钧一发，危急万分。结果如何，敬请收看《圣剑千秋》续集。